狗狗液体钙哪个牌子好？补钙需要适配性，钙片、钙粉、液体钙等都是比较常见的补钙用品，而不少人会选择易于吸收的液体钙。那么狗狗的液体钙哪个牌子会比较好呢？相较于宠物钙片、钙粉，含有乳钙、碳酸钙以及葡萄糖酸钙的浓缩高钙液，分子结构更小，更容易在肠道内溶解与吸收。宠主可选择像美格古登这类的专业宠物钙液，添加进狗狗的饮水中，或直接混粮拌食都是比较方便的，能够帮助狗狗提供丰富的钙质。对于缺钙明显存在腿瘸跛行、关节变形、肋骨外翻等症状的狗狗，除了坚持服用液体钙帮助巩固，还可搭配服用汪力钙这类犬用钙粉，再结合食补摄入一些含钙高的食物，如虾皮、黑豆、海带等，并注意荤素合理搭配，构建均衡的饮食结构，才能帮助狗狗更好地获取钙质，促进体内钙质水平的恢复。而补钙重在吸收，不能只依赖补钙营养品，平时还要抽时间带狗狗外出遛狗、晒晒太阳，通过阳光的照射帮助促进体内钙质的转化与吸收，才能达到真正的补钙目的。敲重点来了，针对狗狗补钙问题，可能会用到汪力钙、美格古登等产品，宠主可根据狗狗缺钙的程度，结合上食补与日常护理，祝您的狗子尽早恢复健康。